了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聊天室，表脑好棒。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昨天啊，我飞的那一班巴黎啊，那有一个妹妹超夸张的耶。怎样？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新进来的妹妹是这样子的。你会开牛奶包吗？会啊，牛奶超简单，你就是这样就开啦。而且根本不用剪刀，对吧？对。我那天家里有个妹妹 ，Oh my god， 她就站在那边站很久，我都出去回来了。然后她说：“姐，我不会开。”好糟！现在训练中心都怎么教、怎么带人的啊？可是训练中心也没有 explain 你要就是开牛奶吧？然后上次啊，我又飞到一个谁？那个妹妹啊，她泡茶包的时候，对，她是热茶泡完，她茶包不打开，她直接怎么放进去？她没有看过那个东西，这不是基本常识吗？有吗？这个就算你不用当空姐也会吧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好，水准这样层次不齐耶，搞什么啊？真是的。哎，亲爱的，你看，这不是那个 YouTuber 吗？哦，这不就是那位荣获米其林五星的型男大主厨 ，Shala Shili Bichu Boom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他哎！你看，天哪，你看他那快如闪电的刀工，粉嫩的樱桃小嘴，还有他那试菜时调皮的舌头，而且他的围裙是粉红色的。哎，等等，怎么进广告了？我们的粉红色小围裙呢？对啊，小围裙呢？幽灵之物，种种消息，万物的色艺，刷刷作响。哎呦，你很烦呢，看够了没啊？你知道吗？节目最后会送主厨的原味围裙啊！真的假的？哦，想要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不过。我刚刚仔细回想一下，我们上次飞的那一班啊，飞机上有一个穿粉红色衣服衬衫的先生，长得一模一样哎。粉红色衬衫，啊，哪一个啊？就是你还记得那天我跟我男朋友吵架那一天吗？啊，是不是就是那一天？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啦？脸怎么那么臭？就我今天早上跟我男朋友吵架啊。怎么啦？他就说他没有看过我这种的，我想说我这种是哪一种？他说在家下班就打电动，然后呢，扫地找佣人，然后呢，吃饭又叫外卖，然后去逛街只逛精品店。我想说这样怎么了吗？精品店很还好吧？现在哪个女生不是逛精品店啊？对啊，然后啊，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就跟他讲说我买了一个包，然后花了100万刷他的卡，但是。我跟你说，它原价是120万呢。什么意思？120万，你只买100万？你包省了20万呢。超划算，一定要买啊！这有什么好吵的啊？算了算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商务舱来了很多很优的菜呢。真的假的？还是你要吃 Crumio？ 哎，不行啊， Crumio 太油了，我吃不下去。好啦好啦，别说了，我们赶快去商务舱吧。早安，你好，欢迎搭乘节能省航班，我是甜菜 ，May I take you to your seat？ 早安，你好，我是 Jennifer， 欢迎搭乘节省省航班，请问要喝点什么？早安。这个好像长得不错哎。可以，头发很香，而且很漂亮。没错，而且他感觉就又坏又帅，好爱好爱哦。Bad boy。早安。早安。32A， 你商务舱进的也不代表你是商务舱啊。大概只多付1000块台币。他该不会是那种就客人会偷跑到商务舱去睡的那种吧？ Oh my god！ 这是你的32A。好，你们洗手间。哎，你不要再讲话了！赶快，包包没有牌子还走那么慢。那个行李箱自己把东西搬上去要盖好啊。哎呀，经理怎么说？经理舱的啊。好了，天哪，就是他了，好帅，他的屁都是香的，我刚刚看到他那个眼神，你看他那个眼睛感觉就好像在跟你说话一样，我想把他吃掉。
早安，你好。早安，你好。是 Mr. Alexander 先生吗？今天你的位置是在 EB 头等舱，那请跟我来喽。哎，等等，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他的粉红色衬衫，好帅哦！你有看到他的胸肌吗？这么帅，我们今天锁定这个就好了啦。当然，当然，赶快我们去补妆，不要管其他客人了，赶快走。Mr. Bl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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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o， 请问要红酒或是白酒吗？不需要，谢谢。那是经常的客人吗？很、奇怪。走开啦！他嘴巴不渴。先生，请要来一点进口的点心。哎呀，我来啦！就你就不懂，他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使出我的杀手锏了。Mr. Blue Blue Shoo， 我来帮你忙两下好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这样也不要。阿菜、怎么了？我就跟你说，你今天印堂发黑，不宜近男色。一直打手机，不知道在玩什么游戏，玩得这么入迷。一到底是在玩什么游戏？算到这么认真，我拿的点心他都没爱吃。看我腰瘦、内胖、脚床顶扣扣，算到这么漂亮。 Oh my god， 他怎么知道没插我？我就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做什么，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，连我的body都没喜欢，怎么会这样啦？真的很头疼。而且亲爱的，不是经济舱的客人吗？对耶，怎么坐在这里啊？各位旅客早安，欢迎搭乘我们解神者航班，现在飞机即将起飞，再次提醒您把手机关闭或调成飞行模式，我们现在即将做机舱内最后的起飞安检。Mr. Blablabla Shoo Shoo， 请问您刚刚没听到我优雅、可爱、美丽的声音吗？要关机喽，我们准备起飞了。先生，你不理阿菜也没关系，毕竟他的胸部没有我大。但是先生，我们飞机即将起飞喽，请你将你的手机收起来，不然我要生气喽。他刚刚到现在一直都不理我们哎，不知道在干嘛嘞。我知道啊，一定是你今天胸部穿垫的不够多。没有。我就说你今天胸部垫的不够多。不是，我平常本来就没在垫，是你的香水很臭。哪是？我跟你讲，我的高跟鞋今天穿很贵。让我来。喂，经济舱的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啊？你偷跑上来吗？说，刚刚帅哥在玩什么游戏？解神者。啊？大声一点，而且手不要给我抖。大声一点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解神者，这么好玩的游戏你们不知道吗？哎，经济舱的，不要再叫我经济舱了。快交一个，还是少啰嗦。快点，超刺激的。不是你这个做错了啦，不是张子你打，应该要别的方式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，经济舱也那么厉害。嗯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位置。哦，你叫阿菜是吧？嗯，你有玩解神者哦？有，你原来都一直在玩解神者吗？对啊，加个好友。好啊。我也有玩，加我好友，加我好友，快点呐！我的天哪，你这脸蛋，你这傲娇的态度，根本就是游戏里面的伊南娜的化身啊！没错，我就是完美的伊南娜。拍谁拍谁？那我嘞？你哦，你比较像是游戏里面的小丑啊？哈，小丑？Are you kidding me？ 等等，刚刚我叫你关机不关机，你是没有把爱与美之女神的我看在眼里吗？看我的星之轨迹守护者。我的世界容不下你们这些破坏秩序的人，看我的魔术扑克牌攻击。这么厉害的攻击，我真的Of course，打怪升级拿宝物，轻轻松松，谁还受得了我的攻击？快点和我们一起惩罚破坏世界和平的坏蛋 ！Eclipse 解神者，光辉、荣耀和追随的爱。最强？我以为是原值越高的越强。哈，那一定是我比你强啊！等我拿到海洋之星、宝石机跟五星兽主宝物，看我还不变成座舱长电爆你！那我扣脸。しましたね。あなたは私を求めてるの？
この世界に何のために来たの？太陽の日差しを見るため？それとも…単に闇に入りたくないだけ？